加坡瑞星创意华文中心，我是宋老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一盘沙拉》。沙拉，沙拉 is salad。小兔拿来一个胡萝卜。小兔，小兔 is rabbit。胡萝卜，胡萝卜 is carrot。小兔拿来一个胡萝卜。小松鼠拿来一个西红柿。松鼠，松鼠 is squirrel。 西红柿，西红柿 is tomato。 小松鼠拿来一个西红柿。小羊拿来一颗卷心菜。羊，羊 is sheep。 卷心菜，卷心菜 is cabbage。 小羊拿来一颗卷心菜。小猪拿来一把芹菜。猪，猪 is pig。 芹菜，芹菜 is celery。 小猪拿来一把芹菜。小牛拿来一个洋葱。牛，牛 is cow。 洋葱，洋葱 is onion。 小牛拿来一个洋葱。小刺猬拿来一头大蒜。刺猬，刺猬 is hedgehog。 大蒜，大蒜 is garlic。 小刺猬拿来一头大蒜。大家做了一大盘沙拉，一起吃，真高兴。高兴，高兴 means happy。 大家做了一大盘沙拉，一起吃，真高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欢迎分享，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故事等着你们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世界吧。晚安，祝你们